我想几点来就几点，想加班就加班，我想在哪吃饭就在哪吃饭，想吃到几点就吃到几点，我上班想睡觉就睡觉，想打游戏就打游戏。你看这班我能上就上，不能上我就辞职，听明白了吗？开完了吗？开完了。爽不爽啊？爽爽爽。以后每开一单都让你发泄一下，怎么样？好啊好啊好啊。有事儿吗？没了没了没了。没有还不出去？哎哎，好嘞。整个萝卜是我的。老板多大人了，非要让我给他拍个不认识的系列。哎，美女，能不能要一下你的微信呢？这么老套的搭讪方式还拿出来用啊？哎呦，不是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嘛？你要直接一点，现在的女孩都喜欢简单粗暴的。怎么个简单法呀？上来就问我要你做女朋友啊，多简单。上来就叫你做我女朋友，不是这不太好吧？反正我又不会答应嘛，你就当练练胆子。没有什么是厚脸皮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哦，行，那咱们再来一遍。嗯、美女，做我女朋友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老板，你干嘛？我现在是你女朋友啊。撒开，撒开，人太多了。撒开，撒开。哎呀！哎，老板，你怎么了？啊！哎呀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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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你说你喝这么多酒干嘛？你不能喝就别喝呀。嗯，陪客户吗？不是你，你可以叫我一起吗？最起码我可以帮你挡酒啊。嗯，你最近不是老是加班吗？哎呦，你太累。行吧，那行吧，那我现在送你回家。啊，老板。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做梦的过程，只不过有的人把梦做死了，有的人把梦做活了。如果你的心还未死的话，不妨再倔强一回吧。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。老板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你看这都几点了。你昨晚是不是动我手机了？什么手机啊？哎，我妈为啥给我发这个？发，有空把小杨带回来给妈妈见一见，把事情定一下。是啊，你到底跟我妈说啥了？不是，我昨天送你回去的时候，你就喝醉了吗？哎呦，然后你妈给你打电话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你跑去洗澡了，我就只能跟你妈说，她去洗澡了呀。怎么这么说呀？对啊，然后我就走了。哎呦，我不管，反正我妈要见你，自己看着办。老板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，回来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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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手了，干杯！躲啊，接着躲啊！哎呀，我这么老躲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！不行，我要去证明我的清白。老板，打电话给你妈，我要跟她解释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嗯，杨三要跟你说话。哎，阿姨啊，我是小杨。昨天晚上的事情呢，你肯定是误会了。其实我跟呢……哎呀，好的啊，小杨。阿姨是从你们年轻的时候过来的，有些东西你不用说，阿姨都听到。可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说好可是啊，周末记得跟小莫一起回来啊。那这样吧，啊，好吧，到了。哎，不，阿姨，阿姨。哎，老板，你看这。快高考了，哎，你当年考多少分啊？我当年考300。这么点分能上什么流体力学专业？那不是简历上面瞎填的吗？你骗我呢是吧？哎，不是，老板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当年上了啥学校？想当年，老娘我过五关斩六将，万军从不后退的强。就在我站在那一届考生的巅峰的时候，就在那一刹那，我忽然觉得这些学校根本配不上我这么优秀的人。是吗？于是我毅然选择放弃了深造，所以成就了今天的我。嗯，你看看，
这就是老娘给你打下的江山。哦，哎，老板，你就说多少分就完了。不到700。不到700，那是多少？200。垃圾。怎么了，老板？今天不是端午节吗？那送你的粽子，你要记得吃哦。好，粽子。好好吧。姐姐，端午节送你个粽子。啊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，走了啊。你这粽子谁送的？杨森送的。跟我进来一下。老板，我。你知不知道我包了一晚上？你为什么要给别人啊？不是，老板，你别生气，我。你现在立刻给我拿回来，要不然这个月一分钱工资都没有。老板，要不这样子吧，我包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老板，你别哭了，我包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嗯，甜的、咸的都行，立刻，我立刻去包，马上，我发誓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我能不能不去你家呀？可是你妈上次她不在啊。江一壮接我电话的。不是我，哎，我不是。哎，他人很好的。哎，好，对不起兄弟。不是，你看现在这人走路都不长眼睛，真的是。我的包。哎，站住！把包还我，站住！哎呀，辛苦了兄弟。下次再别找我了。下次再别找我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哟，老板，这个支架帅呀、啊！你嘴皮，包追回来了？那是，也不看看他抢谁的包。想我小学的时候也是我们小学田径队的，我追了他8条街，还是给他逮回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回家了。你是不是忘了跟我妈吃饭？哎呀，你看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还不是要问因为那个小毛贼？小毛贼不是你同学吗？是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发过朋友圈的。不是，老板，我你看这个。哎，行，等你想见的时候再见吧。妈，这安好了，你过来开车吧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等一下。咋了？你就打算一直给我当司机吗？那你想让我给你当多久，我就当多久嘛。那要当，就当一辈子吧。今晚有个晚会，穿这个怎么样？嗯，不好看。那这个呢？嗯，这个也不行。这个总行了吧？嗯，这个也不是好看。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那我穿什么呀？来来来来，穿这个来，给。什么？咋穿出去见人啊？不是，哎，别废话了，赶紧换上吧。你是不是怕别人看上我呀？你不想让我去你就直接说嘛，人家不去就是了嘛。谁你乱想什么呢？还不是你每次穿的花里胡哨的，一堆老男人要跟你谈合作，你又全推给我，一个小姐姐都没有，烦死我了都。哦，出去。那我车上等你啊。滚。哎呀，好好好。